喝啊，尽情的发挥啊。谢谢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说的时候你不怕你笑啊，24000，还都是24000的局。我打麻将，那回来打麻将更不爱。我打四场得输9-5。我刚才给你讲，这个兄弟没有20往下掉，但是我有小本量，我一直拿没很多，一直都很多血。我的，下次到那去，一定认识他。你代表江苏人民，我们代表安徽人民。安徽最能喝的就是淮北。那个大窗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给我带。杨柳店还卖大肠呢，是吧？杨柳店还住火，哪边让小北的？我给你拍一下子，你俩。我让小北到大北里走。你的这个抓，找你还俺两口子净嫂子，咱们帮着你。感谢大哥。咱两口子对了，两口子。不，我倒酒给倒酒，你喝水。感谢老师，那你是你们准备明天早上喝早酒吗？对，早酒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。啊，不要腼腆，热情一点，来接着你。好，你们慢用。谢谢。你酒量也行啊，是不是？他累了。好，我打。我给人不说，他们谁？照着吧。谁点的？12个人，十来多，喝到晚8点多，12个人，喝12个人，杯酒呗，62度的，哪人？60多，你不能说这是最后一杯，这是我们韩总。
吗？你喝汤吗？到你了。哎妈嘞！咋杯那么大？谁一样？河北人实在是太能喝了，实在是太能喝了。何总，就是何总，美女，我们家的女王。来，欢迎我们香港的朋友。何女长，早久见啊！我的妈呀，还没来，早久见。何总已经喝多了。喝多你带。我给带。你给，你给。你怎么一场就不掉了？喝完了你说你给我带，假牙你看我带动喝几杯了，有一有二还有三了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你五八年太能喝了，五八年这个何总太能喝了。何总非常厉害。厉害的。配的剔骨牛肉汤。我已经喝了十成了，我炸六个，这个美女老板娘炸六个，我喝多了。最后炸的牛肉汤，这个饼。最后喝牛肉汤。淮北市人真能喝，安徽省排名第一，喝酒排名第一，太能喝，太能喝，太能喝啊！货真价实的剔骨肉牛肉汤。牛肉汤，牛肉汤，对。这是几年的一个搭配，然后我可能不是太专业。但是要配上脆骨肉，好的，好了，晚上不能吃花椒。配点汤，好的，这样你喝完哥，我告诉你，一斤酒解酒，直接解了，好，直接解了。但是我干掉你生意，现在我们共同干掉，我们必须得一起干。好干，一起干。妈，这个有点多呀，这是最后的。哥，你不要吃菜，要不然我喝完以后就搁这站着。菊哥，菊哥厉害，强哥也非常厉害。不是，阿姨，喝完以后我们就得站着，证明我这个酒喝完了。好。你喊我爷师姐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何总站，你不知道，我师弟在南通。那是。不斗牛，不斗牛。我们不是斗牛，我们讲的牛气啊。咱俩喜欢斗牛。跟实力斗一样。你试试吧，你试试。今天晚上不是不斗牛了，知道？不斗牛吗？斗酒。斗酒。啊，不斗牛。但是我实力啊，我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是牛的。那是牛的，厉害。对，牛做的非常好。那是。而且我师弟又长那么帅，我们摩托车淮北牛气冲天，牛气冲天，我们合作愉快。那个李爽的呢？怎么还有呢？好，讲究不养鱼，不养鱼不养鱼。哎，我养了。哎，不能养，不能养。八零八零何总，你喝没关系。何总，这是我都大杯呢。大杯吧，那个兄弟，今天到淮北。我何总，我是高晨啊。感谢我的兄弟。感谢。然后感谢谭总，感谢索总，感谢韩总，哎呀，还感谢王总，老板。这主要感谢何老板。哎，哎，韩总怎么没上呢？没让我黑啊，这个就没带到。我陪韩总。对呀，我陪。这个酒量，这淮北是酒量，真是。哎呦，淮北酒量真大。淮北号称八瓶，喝完结束，你不要拿酒，不是我拿酒瓶，我说了算，好吧？好，这肯定有的算。
我拿酒瓶，我说了算，好吧？好，这肯定是都是。这大碗，你看这大碗，管啊，好，好吧？好嘞，都道义啊？不是都道义啊？我道义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这酒杯都摸不到。这样吧，差不多了。都道义，明天早上早酒。哎呀，你放心好啊，我六点就去，好吧？六点去，你在那坐，坐到八点半。我自己找路去。又能吃火，坐到八点半，好吧？好，这酒厉害，不是酒喝开心了，这就是水。哎呦妈呀！那你们还有多少酒啊？你这还是水了？不是，那还有多少子？不是，喝开心了就是水。那不是，那就不是酒，水酒水酒。对。酒不是水吗？那水不要当。开勺，开勺，开勺，你别了，管管管，你倒，管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你大姐过来，你过来一杯啊，你大姐过来，你再开杯哈。大姐过来，过来，结束酒。你有气啊？好啊，八杯酒，八杯，喝杯，一下就喝，八杯太厉害。不是，咱们开勺了，从来没看过。行了，少倒一点，你们都少喝一点。大店子太小了，啊，你们几个脚都没找你的，那自己喝。八零年的喝的，八零年的喝。八零年的，你是八零年吗？你也是八零年吗？你刚不是说是什么？他是八零后。你是八零后，还不是八零年的？我是八零后。哎，胡战胡战什么？九四年。比你扛我死。看到吗？好好好，干点干点，这不激动吗？啊，不激动吗？这视频看得干？哎呦，好了，喝不开了，怎么我们还整这么的鼓掌？好喝吗？可以。好了吧？要给我嫂子那么辛苦。啊，给我嫂子喝一个是吧？啊，我敬你酒。好，嫂子喝一个，嫂子喝一个。你们又不是拍，人家是拍你。